按摩浴缸，简单的设计。洗手台下方有盥洗用品。然后巧妙的用镜子来扩大室内空间的感觉。我住的这层楼是在22楼，除了比较大的套房以外呢，其他的小间房间就是长这样。那最重要是22楼是女性专用楼层，所以对一个人来旅行的女性旅客，像我一样的人来说，算是比较安全的。大致上来讲是这样。